是一个流程很久远的故事，关于它的结果已经没有人在意了，只知道它比希腊神话浪漫，比一千零一夜更加的凄美，他的爱情被泪水冲刷着，这是天地的感动，这是神与人的选择。满天星照射着我的孤独，一生日日落，把自己当作施主，望穿天空中还等在怀疑，我泪眼模糊，别让我在天空翩翩飞舞，岁月没留太多感受，感受你还说你呢，最没淑雅的东西。我我的一世英名啊。你给我记着，以后要待我四妹好一点。但凡我知道四妹又受什么委屈的话，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第一时刻来修理你。在下谨记。还有你们都给我听着。我家老四的心善，耳根子软，看人呢也没什么眼力见，但是他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姐妹啊。哎，都跟姑娘一样的暴脾气啊。不不不，你错了，我呢是最和蔼可亲的了。我是先说天气呢，还是先宫位呢？说天气太土，宫位的话，目的又太明确，这个……嘿嘿嘿嘿嘿嘿，嗯，大哥是不是有话要说呀？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大哥，你一路上自言自语、推敲措辞，想来是有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要跟我说了。这还真不好说，咱们都是结拜兄弟的，有什么事情还不好说的呀？那我就说了啊。哎，说好。那个贤弟啊，嗯，哎，
你现在事业爱情双丰收，本来想刁难刁难你，没成想反倒促成了你与阿武姑娘的一番姻缘。后来吧，想拿投名状来难为你，真的没想到你第一次出手就得手了，我是很嫉妒啊。别大哥，千万别这样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运气，是吧？各有各运，各有各忙，这些东西是你的意思是我的运气不好我就认了？没不行，我不服。不服你得帮我找一个如花似玉的仙女儿，像阿武姑娘那个样子的。大哥，这个难度有点太大了吧。怎么样，找不着的话我就让阿武姑娘守活寡。大哥，你看我们都已经是结拜兄弟了，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？不习惯吧？我们豪侠就是这个样子啊，没有情绪过度的，唱哪出想哪出。大哥，你看这里穷山恶水的，穷乡僻壤的，你让我上哪儿去给你找仙女啊？好，来人，我试试。来人呢？我试试啊，我试试。老天爷啊，老天爷，赶紧调一个仙女下来吧。老天爷，调一个仙女下来吧！老天爷，谁找仙女？我就是仙女。这不会是山寨版的吧？算是如花似玉吗？非常算。确定？非常确定。侠女饶命。仙女。仙女姐姐饶了我吧。哎呦，我说这位仙女啊，这位兄弟他已经有一位仙女了。多嘴。不是，在下还有一事不明，你为什么要打我呀？看你不顺眼，行吗？哎呀，又来了！哎呀，过来。仙女姐姐，我们认识吗？别问我是谁，我是一片云。你是一片云？拜托，我们不是在拍言情剧，我们是在拍古装神话剧。没错，我之前好像叫小龙女，后来就变成一片云了。仙女姐姐，我没听懂。你什么时候下来的？下来？我从哪里下来呀？我哪里都没有去过，我下来，我没下来过呀。仙女姐姐，咱们认识啊？叫小龙女姐姐。小龙女姐姐。
为他报仇，走、啊、不用了吧，小龙女姐姐。你看我们刚刚姐弟重逢，就要为了一个没见过面的师兄卖命、啊、你不是在玩我的吧？你到底去不去？不去。哇，真带劲儿啊。他看起来有点疯疯癫癫的，好像不对劲啊。哎，过去看看吧。妈妈，你们快点过来呀、啊！我不要去住手，我不要去报仇啊！哇，有凤来仪，你是老君门下的小龙女？什么老君？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个混账。喂，他绝对有点不大正常。下，那岂不是她是我师姐？梅先生，你也太会套近乎了吧！哎，臭小子，你敢打我？我真的不知道哪里来的棋子。被捕，侯爷，就不要想的太多了。大人今天请我们来，您就不怕受牵连吗？怕。哎呦，我呀，怕得要命。那为何还行差踏错？大人官做得好，家也安置得好。要是让朝廷知道你与我有瓜葛，这一切可就毁了。这什么意思？给我上课啊！侯爷说话一贯如此，请张大人不必介意啊。哦，明白了，试探我。哎，俗话说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我这里所有一切，只要能为侯爷千秋大业，舍之何妨？好。大人也赞同造反。造反？哦，哎呀，耸人听闻呐、啊！哎，有道是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江山铁桶，皇帝轮流。”侯爷敢想，我们就敢赌。好，做一个太平盛世的县官还不够吗？哎，侯爷。在下并非是鼠目寸光之徒，哎，你就不必再试探我了。我们赶紧商量一下，下一步该当如何呀、啊？张大人，我正在联络，这事儿等不得，也急不得嘛。哎，我是说侯爷啊，和小女定亲一事啊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，
说了半天，把来这儿的正事儿给忘了。来人，老爷，马上请小姐。是，请。啊，请侯爷。哎，老四，你快点，快一点，快快快快，再快一点。别催我。哎，掌柜。啊。你以后不要老这样催我，好不好啊？你快一点，来不及了。哎，等着。喂，啊，又来打扰亲妹，不合适吧？哎，是没事儿，七公主热情，董公子小气，但是菜肴可口啊。他们俩就是访亲探友的必停驿站。那要去也行，咱们是不是到集市上给他们买一些碗筷啊？你上次把他们的碗筷都给吃光了。哎，这不用，你不想想，人家七公主是谁呀？人家七公主是七公主，哎，根本不会在意这些的。那好吧。嗯。哎，哎，老四，我们不会走错了吧？怎么改成客栈了？没有啊。听三姐说，是母后给他们的银两开的。太好了，以后可以天天吃大盘鸡啦。不对，瞧董永那小气样，他才不会给我吃呢。喂，你看。嗯。东主有事。歇业一天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哎呦，鬼啊！哎，大哥，哎呦，鬼！哎，别动，别动！哎，公子，他是人，他不是鬼。吓死我了！请问你董公子他们去哪了？出门了。哎，快快快快快！哎呀，真服了你了，快走吧。长鬼啊，合适吗？合适吗？合适罢呢。你考虑考虑，如果你再晚一步，指不定的刘公子和婉儿姑娘他们就结婚了。哎，等等，哎，等等我。爹。啊，婉儿姑娘好。公子好。哎，你看，多般配的一对儿，哦，对吧？好，啊，好，好啊。哎，不能进，别拉进，不能进，让我小心点。这是，喂，长鬼，长鬼，喂，这谁啊？不知道。公子，他非要进来的，我拦也拦不住。小顺，不是。你自己也想来吧，还赖我嘴馋，哼！啊，你要跟刘公子成亲啊？
明白吗？我不明白。我是明明不喜欢他的，为什么看着他一脸无辜的样子却有些心痛？那你想过和那位姑娘的亲事吗？没有吧。没有吧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俩这都是什么对话啊？侯爷，张义德那儿的事儿你还得好好想想，这叫目的性联姻呢。 优势资源的组合，他是我们用得着的人。婚姻的事儿先放一放，主要是把他拉拢住啊。我们还要在这儿待下去吗？侯爷打算去哪儿啊？现身！你是谁啊？五公主，您不记得我了？千年前的宴会上，我还给您照过相，要过签名呢。啊，你也是天上下来的？有人叫我独角兽，也有人叫我七牛怪，名字嘛无所谓，只一个代号。天庭神兽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呢？嗨，上边待久了，就想下来走走，不堪回首啊。怎么了？围追堵截，一路狂奔啊！在人间，谣传我的犀角是一种名贵的药材，无奈只好在此做了豪侠。没想过再回去？我本是擅自逃离的，回去不就等于找死啊？我帮你求情。哎，谢五公主了，我觉得这儿挺好，做一个普通的豪侠与世无争的。这是与世无争啊，几百年都不会有一个人来。阿五姑娘手很重吧？哎，我跟你说吧，那个棋子根本就不是我打的，而且我也从来没想过要保护什么小龙女。我相信你啊，因为你根本就没有那么高深的弹指神功啊。但是案发现场只有你最有嫌疑。你也应该替阿五姑娘着想啊。啊，她帮你杀敌，你却帮着敌人，还是一个女的，还长那么漂亮，还帮你擦脸呢。这要是我，我也受不了啊，就打你这么几下那算是轻的。你慢一点。你说这个女人，她下手都不知道轻重的。问你个问题。你到底喜不喜欢阿五姑娘啊？梅先生此言是何居心呢？问问。只是随便问问。就是随便问问。啊，那我就随便笑笑。哎，你其实一直在误会我啊。我除了奉命保护阿五姑娘之外，我还有另外一个任务的，就是追查一个大魔头。哈哈哈！你不是又想告诉我说那个大魔头碰巧又是我吧？不是你，不过跟你关系很大呀。不要乱讲话哦。哎呀，白天给你擦脸的那个仙女啊，她说她叫小龙女啊。这绰号而已。不是，那是她真名啊。小龙女的前男友就是我要追查的大魔头啊。杨过。干什么啊？梅先生，咱们回去吧。谈话尚未结束呢，不
不用谈了，我呢已经大概猜出来你想跟我说些什么。啊、关于我呢，有一个很大的阴谋，对吗？还有一个很危险的魔头与我有关，对吧？事实就是这样啊。如果阿武姑娘牵扯进来，那她也会有危险的，对吗？哇，怎么一下子如此明晓事理啊？开窍了，你总算开窍了。所以呢，我应该离阿武姑娘远一点。嗯，否则我就会连累她，对吗？是啊。梅先生，你跟我说的这些，阿武姑娘她知道吗？另外，梅先生，你有没有问过我一句？你说的这些狗屁话，我是信呢，还是不信呢？哎呀，真要是不相信的话，我也没办法呀。不过，请你好好的替阿武姑娘想一想啊。你好，狼外婆梅先生。哎呀，拜托拜托，帮帮忙啊，想一想啊，帮帮忙啊，好吧，你想一想，想一想啊，帮帮忙，帮帮忙。喂，你们两个嘀嘀咕咕在说什么呢？阿武姑娘，我们分手吧。啊，先回答我，你们说什么呢？阿武姑娘，喂，说什么呢？再说一遍，又敢跟我提分手，说，你爱不爱我？救命啊！爱还是不爱？爱的还不够多。那为什么要跟我订婚呢？你也知道，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吧，我也实在是找不到什么不跟你订婚的理由，是不是？这小子嘴还挺甜的，跟吃了蜜似的。哎呀，这话说早了，是吗？你看吧，你一个女人，成天重复同一个问题，成天重复的话，时间久了，要么就失恋，要么就会失态，你自己挑一种吧。失败。回答正确。嗨，这男人朝秦暮楚，反复无常，要么变坏，要么变态，你选哪种？你猜。我猜？你以为是综艺节目？不要打脸。好的。他们俩经常这样。喂，你不就是传说中的那个犀牛精？说你呢啊！你给我等会儿啊！哎，你贵为天庭神兽，打架要打得有点仪态嘛，好歹也打得帅一点嘛！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啊你！我去！妈呀，我都收手了，你还打神兽啊？没有啊！哎呀，梅先生！喂，你等着，等我回来收拾你！哎呀，喂！哎呀！梅先生，我来救你！梅先生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喂，为什么没有人管我呀？哇，我说你这个混小子啊，你推我下来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喂，别生气，我也是人家推下来的。别生气。再说我不是想救你吗？梅先生不要生气啊，看看伤到哪里了。没事。哎，你来的正好，你也看看我哪里受伤了。哇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对医道不熟啊。那很寒问暖呢，像他那样。你让我学他？对呀。小弟弟，你没事吧？停啊。嗨，你何至如此啊？梅先生说什么了你就气成这个样子啊？喂，我真的没有说这位仁兄是珍稀药材啊，我只是说这位仁兄头上的角，不知道五公主你听说过没有？这头白色条纹的犀牛的角啊，叫做灵犀啊，可以沟通恋人之间的心灵感应，也就是常人所谓的心有灵犀一点通。哇塞，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独角神兽。
你的脚很值钱呢。你要再说我发飙了。冷静。干凤胆，狗宝犀牛角，此乃天下四大珍品。尤其是犀牛角，可入药，可以当饰品，磨尖了还可以当凶器。什么？我居然排在了狗宝的后面？另外，你想拿我的脚干嘛？我没想好，没想好。不过，首先呢，得先把它割下来。当然不会很疼啊。割下来之后呢，你可能当时的样子会有一点挫，但是整体造型还算帅了。然后呢？别闹，有绳子没有？拿过来拴一下，别让姚青树跑了。没有。哎哎，犀牛精，犀牛精，那你先走吧，你先回去吧。啊！别！咱们商量一下，我能不能先用你的脚磨一点粉？据说可以消肿、止痛、止血化。喂喂喂！哎，你越来越过分了，快走吧！你的脚在哪里啊？天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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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哪！吴公主，你和这个混小子已经过了电了。啊！以后你们的所思所想，对方都能感应得到，无论天涯还是海角，甚至咫尺啊！哎呀，讲那么多干嘛？你们知不知道你们错过了什么？啊，犀牛角很值钱的。臭小子，你敢恨我？恨我经历的伤势吗？没有。你这个臭婆娘把我的钱都弄没了。哼、臭小子竟然敢骂人。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？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伤心，你很想哭。妈，被我猜中了，我也会读心术了。我打失败。为什么你想打我没有猜出来？是吧？救命啊！我打。大哥，我得走了。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呢？继续劫富济贫呢？劫富济贫好像没前途啊。有。对了贤弟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叫八个兄弟吗？因为父姓给人的印象深刻。那倒不是。其实我有七个铁哥们儿，他们分别是一马当先、二龙戏珠、三阳开泰、四圈摸风、五统卡张、六六大顺、七窍流血。所以你叫八个兄弟啊？那时候还不知道。我们八个铁哥们儿后来为了鸡毛蒜皮的事儿闹掰了，哼，出息，分手了。从那以后我就改名了，想证明没有他们我也行。后来我发现啊，男人不能没有友情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对我一直不好，我还一直把你当成兄弟。那我可真够侥幸的，小弟一定不会忘记大哥的恩情。哎，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来。哎，真想有一个红颜知己相伴闯天涯呀、大哥，这个忙我是真想帮，可是那位仙女明显对你不太感冒。心领了，以后啊记着点哥，有仙女儿记着帮我撮合撮合，最好不要习武的。大哥，兄弟我劝你一句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非得天庭找，本来数量就不多，何况质量又不好。好，不说了啊，贤弟，你走我就不留了。这两天呢，给你搞个欢送会。听说你绑上来的老头是个段子高手，一肚子的笑话。老头，你吃什么呢？吃药啊。你吃什么药啊？
治病你干嘛吃药啊？我们身边哪儿不好啊？你自个儿这叫什么劲呀、啊、你？我吃药治病吗？哎呦，快来人呐！你想不开了，快点啊，快点！咋的了？啊，谁想不开了？你想不开了啊？我看，哪儿想不开了？啊，想不开呀、啊、你？我不看，这想不开呀、啊？这没事啊。没事儿、啊，没事儿、啊，没事儿，你干嘛呀你？你刚才也没看住，就自己吃了一把药下去。你废物，你干嘛？吃药啊？哎，吃什么药？吃什么药啊？治抑郁症啊？是什么？谁抑郁啊？我呀。你敢时髦是吧？啊，人家抑郁你也跟着抑郁啊？人家睡不着觉你也睡不着觉是吧？你这么乐呵，你不应当抑郁啊？就是。你长那么精神，你应当抑郁吗？就是。你这长得挺漂亮的。他应当抑郁，谁应当抑郁啊？你长那模样，你就应当抑郁、啊。我咋了？你才应当抑郁呢！不是你知道什么呀你？你就长成这样、啊，哪样啊？你别跟着掺和、啊哎，谁抑郁了？你才抑郁呢！你们全家都抑郁，知道吗？你才抑郁呢！你抑郁，你别废话！我告诉你，你应当抑郁，你应当抑郁！你说谁呢？你才抑郁呢！你打我！你凭什么说我？我打你！我告诉你，怎么？你打我！是误会，是我吃药。哎呀，他吃。你跟着吃药什么呀？是他吃药啊！是他吃药，你怎么那么废物？你躲开！我让你看着他了吧？我看着呢。那你看什么呀？这老头我一把没看住，他就把药给吃了。你是废物啊！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知道这是什么？这是钱呐、啊！我知道这是钱了、啊，这就是一个大存折啊！对，什么时候取他什么时候有啊？你废物！我告诉你啊，他要有什么三长两短的，你跟他一块死，他死你也死，这是怎么了？这都看不住！我都跟你说了，你不能怪小姐。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了，吃什么药啊？你还抑郁？你是孝神呐、啊，你整天多开心，整多乐呀，你抑郁什么？你怎么就抑郁了你？就你这模样，你抑郁谁信呢？我都不信。停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，小伙子，你听我说，世界上有很多喜剧大师吧，他在人前喜笑颜开，活蹦乱跳，啊，那在人后呢，啊，他就抑郁寡欢，愁眉苦脸。哦，这叫做人格分裂症，非常错。这叫精神分裂，前兆。我看你俩都精神分裂了。三二一，小景轩，历苦难，又下凡尘又遇仙。啊，来这儿。小景轩，是历苦难。在这等着。又下凡尘。回报，大王。仙，山下有人说要救师傅。救师傅，哦，你徒弟啊？有可能。你们进来。赵楠呐，走。哎，报名。我是小黑。我叫小白。我乃冥府差人，也就是冥府的使者。听说师父被绑，心中甚是感慨，无奈夺金见肘，只得卖个厚脸。祈求大王还给我们师父，我呀谢谢您了。祝你多活两年。哎呀，二位啊，演得不错呀。演得好。不错。演什么像什么。演技派，跟包袱铺一样，很有前途啊。不是说相声没前途了吗？我真是小黑。小白。演再演。我真是小黑。真是小黑。人呢？哎呦，好啊，好啊。是吗？哎，是吗？哎，好啊，还是那么英俊啊！哎，徒弟好，是吗？徒弟，看看，哎，徒弟好。哎，这位兄弟，你擦把脸吧。哎，这是我的黑徒弟，哎，这是我的白徒弟。你不怎么晒太阳吧？从小晒黑点，他们不管我叫白痴吗？多晒太阳，
不得软骨病呢。大王还听相声不？听。不听了，不听了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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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们可真走了啊！拜拜，我们走了啊！再见，好好，慢走，慢走，不送，再见，慢走不送啊，不送啊。哎，我人呢？哎，大哥，先生气，先生气，来来来来来，吃一个，吃一个。你说我是不是一个悲剧啊？大哥何出此言呢？哎，你说，我私受军火，被人飞单，占山为王，被人诓骗，好不容易抓了个劫富对象，还招来索命使者。哎，兄弟，你说我现在去买彩票，是不是很不明智啊？也不一定。其实做人虽到你这种程度吧，也不容易。也没准你真应该去买张彩票去试一下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你来来来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兄弟。你先别走，我真得走了。一定要想着点大哥，有什么好女孩介绍给大哥我？没问题，没问题啊！我走了，我走了。最好是仙女儿啊，仙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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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定跟仙女儿一样的。仙女，仙女，走了，走了。最好是不会武功的。他走了。